十点以后，所有离汉通道将会关闭。你干么是去了噻？你急嘛回家呀？我也不晓得，跟你几多合适？这个时候不谈钱，不谈钱啊！我的钱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这边三十斤扛能担得起饭噻。饿了？那一碗盐都被你喝掉了。你说么子？ 叔，谢谢你。姐，我出门的时候就抹上它了。我跟你说了几多遍了，你得把口罩给戴到。你还晓得关心我呀？我现在不想等，日行一结束，我们就是明镜。好了。